我会准备的同时的话，其实等一下我还要再稍微提醒大家一下，等一下的话，其实我们合照是可以签名吗？可以签名的，可以签名，可以签名吗？我想三遍了，不要说为了主持人都不帮大家谋福利，可以签名，可以签名啊，笔要自己准备一下。你有准备吗？没有准备也没办法，我只是帮大家坐到这边来了。然后这游戏已经开始了，可以往看到右上方的秒数，其实已经不断的去做在增加的动作。哇，这个动作都好赞哦！等一下上台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喊 Gory 一下。那当然的话，其实我们的游戏在进行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又名会的第二位小选手，他的表现怎么样？你的教练有认真的在帮你看你的大荧幕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他很认真在帮你看你的大荧幕，心与你同在。你可以想说，奇怪，我的教练呢？就在你身后啊！他很认真在看你的大荧幕，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正上方的红圈有没有来去做显示的动作。好的耳机也非常重要，就是也可以匹配到我们的，不管是有没有在玩电动啊、看电影、看全明星运动会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戴上国际的耳机，让你身临其境，有如在现场直接帮曹佑宁来做欢呼，有没有很赞？有，有吗？有。你今天真的穿对衣服了，只有你是高瑞吗？这边的声音在哪里？好，没有声音。我要阻拦你们这一切了，没关系。那当然的话，其实我们今天的话，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，让我们的小姐姐再跑一下，我们就要等一下要来帮大家打合照啦。而且其实这边你刚刚有卡在这里草地的地方，你会觉得草地那边是因为拍直线比较容易穿进去，还是说过弯的？
太难了，没关系，随便猜。我真的是马路当道，所以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说要好好开车这件事情。因为它的方向盘真的很敏感，对，所以你只要稍微的轻轻转动，然后就会很大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我们现在往中间来比一下胜负。我们现场大会已经记录出谁赢了吗？差不多。你知道是谁赢吗？我们曹用颖小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快快快！曹用颖小队来到正中间，就是你们拿到我们今天的冠军。我秒数多少？总共是每一个都赢，你的每一个都赢。粉丝，然后拿一下我们今天的小经典礼物，手拿一个，然后和佑宁先大合照一张。那当然，如果是教练队的话，你有什么小分享来跟大家讲吗？来，我们先往前面来看一下镜头，就是你的队啊，你有觉得他们有点小缺点？对。比较急躁，所以什么事情都要问。来，我们左边，中间，我们的，好，没问题。拍车的动作。那我们那个叶一下，好。来，我们换下一队，教练队也是跟佑宁拍照。来。我们一起，然后再拿一下我们的精美礼物。恭喜你们！那我们一起对着我们的这一个敬佩的摄影大哥先拍一张照片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动态摄影大哥这边，一样拍车吗？拍车的感觉，赛车选手。好，可以了。那我们先谢谢六位粉丝来到我们台前这边，先谢谢你们了。那当然的话，其实我们现在的话，刚刚我们来到现场，其实之前对于罗技有接触到过吗？就是有听过吗？罗技对，没有，超级诚实的。因为我真的对。电竞的完全真的没接触到。对，那所以你刚刚第一次体验的话，其实我们刚刚前面问你的话，就是会觉得跟我们之前玩电动比较死板的感受不太一样。我觉得差很多，你可以就是跟以前以往玩过的游戏的感受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那种越真实的。真实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推这个。非常对，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应该全场都知道我是一个马路奔跑在那边。我想问一下说，那佑宁，你就觉得这种赛车它的实际体验感觉，跟你一般开车有什么不太一样的？还是你觉得其他我可以拿来练车吗？我觉得可以。你觉得可以对不对？还没有勇气，就是开真的车在路上的朋友们，然后可以先体验一下这个。对。但也许你体验完，你就不敢，越不敢开车。真的吗？因为这太灵敏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可是我觉得它整个很，就是真的是很拟真，然后会让你在之后开车会没有那么大的恐惧。对，就等于是一个事前先预习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如果有在上下训班的朋友，就是平常就可以先拿罗技的这一个赛车，先在家里练习一下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你会觉得说，一般，那我们之前在开次踏风的时候，你是有实际碰到赛车，对不对？那你碰到别人赛车，跟我们。